今天晚上和静静出去吃宵夜，同事看到那个静静那个裙子，静静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到大概屁股那个长度，然后里面有一条那个镂空的裙子，裙子到膝盖那个长度，然后底下穿了裙子是白色的，灰色毛衣，白色裙子，底下穿了一双黑色的丝袜。完了之后，同事看到了之后就说：“哎呦，静静，你这个裙子好丑啊！”然后静静就说什么鬼？然后我说：“你妈什么眼光？”然后静静以为我要帮她说话，她说：“就是。”然后我说：“这他妈的还是丑，这简直是不能看啊！”静静就差点把我打死了，受不了了。然后完了之后，静静就整晚都黑我，受不了，这宵夜吃的不太好。我应该叫了吧，你不是不回来了吗，静静？啊，这个主播的年龄我喜欢，要糊涂是吧？不是，这不是你说的，有没有冤枉你？这是咱们合资的，这个奈何小社两个，奈何小社的五十二个蛋糕卡。我原来在家的时候，我淘宝的姓名是湖南貂蝉。别人一寄个东西过来，快递就会打开说：“喂，貂蝉吗？”快递都要被我逼疯了。然后我早上起来，妆也没有化，脸也没有洗，头发扎成一团，乱七八糟的要死，穿个睡衣就下楼。哎，我的快递，然后说：“貂蝉吗？”我说：“快递都要被我气死了。”快递打电话说：“美少女，哎呀，说根本不是事儿。”你走，健健，你走。喂，貂蝉，我是李小怪。你不是貂吗？我觉得打造那么两个词。我见过很多快递，都是看起来头发就跟刚从工地回来一样。另一种，这种头发上面全是灰，大奶奶灰，跟工地回来的一样的，就是老师。谢谢海绵雀的宝宝的U安。三秒长得帅你的脸。三秒这个真的不能，你长得丑你的脸。可是三秒啊，亲爱的。天空忽然变阴，忽然下起了雨。拿个勺子捞啊！可是问题是我来了之后，我勺子不可预知的你已经离我而去。我跟你们讲一件好痛苦的事情啊！我那个洗衣机啊，我今天找了物业来看，物业说你要是摆在门外面的洗衣机，你要是摆在门里面，你那个厕所屁大的就把它搞掉，原来情开始至今，其实都已早早注定。厕所。却也无力抗。
哇哇我望向你眼睛你却多声逃避最后的晚餐留手心你妹睡还是不睡我不愿选择相信原爱情开始至今结局都已早早注定却也无力靠近我不想问不想提不想面对过去你给我爱情的奇妙记忆让我飘飘然攀爬爱的山顶却又推我到命运谷底我不想哭不想笑不要任何表情配合你编写的无言结局当爱情已失去全部力气就从此刻I feel in love, oh baby, cause I can't take this magic window, even though that we love is really good, oh baby, can't you see, it's held on to my soul, oh, when we down, they fall, they hold me, tie my baby. 倒是一肚子火牛。不想放空，想试一下，你无法呼吸。但我不是我们爱情的编剧，也没有权利私自加演剧情。这场戏就演到这里。我想逃离，想抹去，想要努力忘记，可是爱情的戏码还在继续。就让我演好自己的独角戏。你鼻子也很对啊啊就让我演好自己的独角戏这什么耗子鱼丸还么么哒你叫我屌长不想理你电的凶啊电的我都跟你说了那两个奶那个取下来什么才凶你谢谢14473的鱼丸么么哒你会送你电的鱼丸送你电的鱼丸哪来那么多真心当你鼻子拔了把鼻子纸垫的脸是拿粉涂了三层之后白的嘴巴呢拿那个玻尿酸打了一针爸爸呢也是玻尿酸打了一针胸呢是打了一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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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我自己我怎么让你走进我的梦我的心为你湮灭等我的命运它锁链为你湮灭这个我先走到这儿我不懂我为什么是一个对哦，他电过胸的底下都有个口子，因为他们有个那个就是飞刀要放进去嘛，然后再用刀，然后就有疤呀。他男朋友一摸不就知道是电吗？然后摸到那个，一摸胸甲就知道。